把他拉开，把尸体拖出去，草草埋葬。是，不行，你们不许碰他，他已经畏罪自杀了。你喊他，他就能醒吗？畏罪自杀？你明明就知道他没有罪，他何罪之有？我告诉过你，我看到一个太监在吴皇后的饭菜里动手脚，你为什么不听我说？ 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，你们就这样让她含冤而死吗？啊，你们忍心吗？桂昌，不怕，我去禀告皇上和太后，让他们还你一个公道，还你一个公道。 是个事实说得清楚，讨得公道的地方吗？禀告皇上又怎么样？禀告太后又怎么样？鬼常会活过来吗？不会。你只会害死的人越来越多，明白吗？把鬼常拖出去，好好埋葬。是。 睡吧，好，贵常你带他去。嗯，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明天有早课，早点睡吧。是，周思社。哼，不许睡在我旁边，是周思社让我睡在这儿的，我不让你睡，来历不明，手粗脚糙，那边睡不去。你们干嘛欺负人？怎么了？不服气是不是？去找我姑姑林思珍告状吧。算了吧，去我那边睡吧。嗯，走吧。 好香，这么多好吃的！你真是报明进宫的吗？我像吗？我看你看着这些饭菜，眼睛都发光了。
我只是太饿了。以后饿也别这样，那天要不是你紧紧抓住我的手，我止不了哭，我的腿早被打断了。谢谢你。没关系。还不快吃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嗯，我已经吃不下了。从进宫的路上到现在，我什么都吃不下，我现在只想的是回家看我爹娘。其实我也想我爹娘，但是我早就把他们当做了月亮，想他们的时候就抬头看看月亮，我把心里话跟他们说说。他们能听到吗？嗯，能听到，你试试看。爹，我好想你。娘，我也好想你。好些了吗？嗯，好多。手都抖了，我看他在暗笑呢。这次方少爷称赞你的书画，可能引来他的妒忌。我看你还是向方少爷说明，免得他再找你麻烦。他这种人，你越是惹他就越麻烦，还是算了吧。可是他这样算计你，以后你的日子不是更难过吗？进了宫，不愁吃不愁穿，还可以学书画读文章，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的只是小麻烦。哎，方少爷今天教的是《诗经》，韩香，你念过了吗？念过了。那我们再念一遍吧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Yeah.
是谁？当然知道，你是横行无忌、视别人生命如草芥的恶棍。哼，我爹是大官，有种你别走，叫人过来收拾你。哎，嗯，不用等，你走运，我也是朝廷官员，你有什么状要告就跟我说。你，各位乡亲，此人行为大家有目共睹，闹事侧忌，见人不让，滋事生非，以多气寡。嘿，你，你以为朝中有人你就可以为非作歹吗？还没请教你爹高姓大名，是何官职，我们一起去朝廷评评理。我不跟你计较。走走走走走。高姓大名啊？在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袁，单名放。嚯、哦，久仰久仰，不敢不敢。哎，大哥，袁大哥，行了，你们两个玩笑够了没有啊？哎、好了好了、啊，想不到很久没见，以前那个毛头小子杨勇，如今已经成为翩翩的俊俏公子了。要不是你今天跟你大哥在一起，我还真认不出来你呢。不会吧，袁大哥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好，走，我们喝一个，好好聊聊。好，走走走，今天呀、啊、真是痛快痛快痛快。杨兄，你为了照顾弟弟迟了两届才进京复考，这份兄弟情真令人佩服。来，兄弟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来，啊，来来。父母双亡，当时他只有十几岁，把他一个人留在乡下，我不放心。哎，科考晚一点还不是一样吗？我大哥若不是为了我，早就跟袁大哥一块儿金榜题名，为朝廷效力了。你呀，要想报答我，这次科考就高中状元啊。考试的事情怎么说得清楚呢？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哎，对了，袁兄，啊，你在京城做事感觉如何？两个字，不易。不易？怎么不易？是做事不易，还是要做一个爱民如子、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小官不易？袁大哥，难道在朝中为官也有很多难处啊？凡人，凡人没有凡事，那就不是人了。对了，杨老弟，他日你金榜题名以后，希望你仍能有一颗爱民如子、为百姓排忧解难的赤子之心。我会的。哎，对了，袁兄，你跟何良、张胜他们还有联系吗？有，何良现在在河南当知州，张胜去年参了周太后外戚一班，现在被贬到了广东。真是没想到，短短几年已经是物是人非。看来杨勇初到京城，刚才在街上还没有逛够，不如让他先下去走走，我们聊我们的。袁大哥，还是你了解我。那你们先吃，你们先喝着啊，我先去逛了。哎，我这个弟弟仪表和文章都很成熟，就是这个小孩子的心性一点都没有变。这是他的福气，有你这么一个大哥替他挡风遮雨啊。哎，可是将来他高中以后，我也不能事事都照应他。经一事长一智，日后他自会打点。杨兄，你不必杞人忧天。但愿吧。本来这次你们出来京城，我应该带你们到处走走，但是明天我要去济南办事。那就回来再聚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干。身体不适，叫皇上回去，哀家不想见他。太后，皇上已经吃了三天闭门羹了，
三天就三天吧。吴皇后之死，谁都知道是何人所为。哀家实在不想见他，也不想动气。你想，如果没有他暴毙，万贞儿会这么张狂吗？太后，无凭无证，实难追究。太后把皇上拒诸门外，令母子伤愤，岂不是亲者痛，仇者快？请太后三思。好，那就让他进来吧。哀家倒要听听，他会如何向哀家解释。是。参见皇上，太后有请皇上。儿臣参见母后。罢了。母后，最近身体不适，有没有请太医来看？太医怎么说？不用看了，就是那些心中郁结、气血不通之类，哀家自己也可以断症。那现在好些了没有？好，好得了吗？你不把吴皇后当作妻室，哀家可把她当作自己的儿媳妇。眼下她死于非命，哀家怎么能不伤心？其实这事儿臣心中也有不安，但事情已经查明，下毒的宫女也畏罪自杀，也可告慰吴皇后的在天之灵了。望母后不要太过伤心。她虽已被废，可她毕竟也曾身为皇后，现在她一死，就有人胡乱说她是被宫女所害，这样搪塞皇上能相信？你认为哀家能相信吗？如果母后怀疑的话，儿臣现在马上命令刑部翻查此案，以示母后医断。翻查？翻查就算了，母后知道翻查也没有什么结果。可是皇儿，哀家要提醒你一句，你可不要再放纵你身边的人了。哀家不想以后这宫中成为土场。母后言重了，不过儿臣谨记在心，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好啊，既然你有这样的承诺，哀家也就放心了。哀家还要礼佛念经，为吴皇后超度。你下去吧。那儿臣告辞，望母后保重进去。吴皇后中毒身亡一事，现在情况如何？回禀娘娘，下毒的宫女赵贵长已经畏罪自杀，上宫局林思政已经将此案了结。那就好了。不过吴皇后死后似乎宫中谣言四起，太后和皇上都好像有所耳闻呢。这件事你不用担心，本宫自会处理。王直，你的办事能力如何本宫心中有数，只要你安安分分为本宫效力，自然有你的好处。谢娘娘赞赏。没事了，退下吧。是。文武百官，没有一个能替朕分忧的。
都得让朕分身。启禀皇上，万妃娘娘驾到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贵妃啊，朕在批阅奏章，你先回宫吧。臣妾知道皇上近日辛劳，否则也不会这些日子都未能见到皇上，所以臣妾特地吩咐御膳房做了莲子红枣茶，请皇上享用。不必了，朕现在并不想吃。皇上是否对臣妾有所不满？如果有的话，不妨直说。如果臣妾真的有什么过失，也好做改善。但皇上如此态度，实在令臣妾不知该如何。你还是先回宫吧。既然皇上不说，那就让臣妾自己猜一猜。皇上不快，是否因为吴皇后之死？宫中甚多流言，所以会令皇上对臣妾有所忌惮。不提也罢。就是不提不说，皇上心中始终有此一事。应月，把本宫的被褥、应用之物全部搬去吴皇后的寝宫。啊！还不快去！是娘娘。爱妃啊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宫中有传闻，说是臣妾害死了吴皇后。臣妾现在就到她的寝宫居住。如果吴皇后她的在天之灵对臣妾有所不满的话，就让她亲自来向臣妾索命，就算一死，也好过留在宫中含冤受屈，百辞莫辩。就连皇上现在也开始怀疑臣妾了。这又何必呢？难道皇上要臣妾这样无声地忍下去？当日吴皇后打臣妾，臣妾只要求皇上赐臣妾出嫁，避免与她犯冲，并未要求皇上将皇后废去。这个决定是皇上您的旨意啊。他日众人却指我欲得专宠，逼得皇上废去皇后。如今吴皇后遭宫女毒死，却要将这个罪名算到臣妾头上来。皇上要臣妾以后在宫中如何立足？臣妾倒不如一死以求清白。爱妃啊，你别难过，朕心情不好，是因为母后责备朕，所以朕甚是心烦，跟你没关系。皇上，那您呢？您可曾怀疑过真儿啊？朕怎么可能跟宫中之人一般见识呢？有皇上这句话，臣妾就安心了。现在吴皇后的寝宫不吉利，你还非得搬过去，万一有个好歹的话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虽然宫中人多口杂，但臣妾一向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。只要皇上您能够相信真儿的清白，其他人说什么，臣妾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那就好了。而且，皇上，赶紧派人把英月叫回来，不要把贵妃之物搬到吴皇后的寝宫去。是。爱妃啊，等朕批完了这些奏章以后，再到你的宫中相聚，好吗？皇上近日操劳，臣妾心情也不好，不如皇上陪臣妾到御花园一游，解解闷。也好。Thank you.
上。好。皇上的喜怒全系于万贵妃身上，皇后中毒身亡这么大的事，也不过扰扰数日。看来我那300两银子总算没白花。吴皇后和贵常之死，在皇上和万贵妃眼中，好像没事发生一样。主子的事情，哪由得我们这些下人说辞？可惜，贵常只有17岁，可怜之人。要不是李尚宫及时阻止，我看死的还不止他一人。春华这孩子，好处是热心，坏处也是热心。唉，我救得了他一次，救不了他第二次。他性情如此，在宫中是福是祸，就看他的命。现在呀，可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是。您看，自从贵常死了之后，他就魂不守舍的。看他的样子，日后很难有作为了。七巧，以后你就不用怕他了。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了？对不起，是我说错了。以后啊，他拍马也追不上你才是。一直都是，我才不会把他放在眼里。不过，我倒是有兴趣打一条落水狗。小是有意找你麻烦，你根本不用跟他道歉。没事的，宫中谁是谁非能说得清楚吗？春华姐，我知道贵常的死你很难过，但你现在这样真的很让人担心。你不用担心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？你呀，这叫万念俱灰。对了，今天我跟郭公公去市集买了一些祭祀用品，让你可以好好拜祭一下贵常。可是你要答应我，拜祭过后就别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。小安子，谢谢你。别客气，贵常也是我的好姐姐。可是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啊别太难过了。贵常是冤死的，你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？我们做奴才的能怎么样呢？看开些吧。从进宫那天起，我就想，只要不声不响做好分内之事，就可以在宫中安身立命。原来并不是这样的，我真不知道往后该怎么过日子。现在最要紧的别想太多，别说太多。你也知道七巧他这个人，他无事也能生非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那就好了，记住啊，别想太多。知道的，不，
鬼长就是信错了我这个朋友，我没用。如果当年他先跟七巧亲好，也许林思正会帮他出头。你别傻了，我虽然困在浣衣局内，不知道后宫的事情，但是我以前也有听我弟提起过，有很多事都由不得人。别说林思正，就是李尚公，他是对你很好，可是这事儿他又能怎么帮你呢？春花姐姐，我们身在后宫中，要保命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魏长的死可能是他的命，你不要再难过了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开心也要过日子，不开心也要过日子。如果你再这么责怪自己，只会拖垮自己的身体。我以前太天真了，总觉得只要我不在乎，只要我不跟人争，本本分分的，这一辈子就可以在宫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原来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想哭就尽管哭吧，难过就别压抑着自己。但是等贵长丧期过后，你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。臣弟自河南赈灾回来，就闻宫中出了大事，皇嫂又抱恙多时，所以前来问候。武皇帝有心了，哀家正是为吴皇后之死心痛不已啊。皇嫂自吴皇后进宫以后，一直对她疼爱有加，虽说与皇上琴瑟不合，但也应该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么能大婚不足一月便将皇后废掉？现如今又不明不白的死于非命，难怪皇嫂如此伤心啊。吴皇后之死哀家固然伤心，可是最让我伤神的还是这个皇儿啊，他居然迷恋上了比他大那么多的万真儿。现在宫中出了这等大事，他不但不深究，还由着那妖妇在宫中胡作非为。皇上自幼性格温顺，一直受万真儿的照料，但没想到皇上如今已经长大成人，登基继位，仍然离不开这个女人。这件事情我责也责了，骂也骂了，可他非但听不进去，还和那个万真儿更是如胶似漆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皇嫂请放心，我这就去面见皇上，极力劝谏。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小的万贵妃能敌得过你我叔嫂二人的利剑。那就有劳武皇帝了，这皇上要是有朝一日能回头，那可是我大明江山的社稷之福啊。见皇上。皇叔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朕派你去河南赈灾，情况怎么样？回皇上，臣幸不辱使命，已将朝廷的赈灾之物如数的交到了灾民的手上。那就好了，皇叔舟车劳顿，应该回府里好生休息才是啊。
臣刚回到京中，京西宫中出了大事，皇上先把皇后贬为庶人，不出十日皇后便香消玉殒。周太后闻此事颇为伤心，抱病不起，所以微臣才急忙进宫探望。此事已做了了结，全因吴皇后言辞苛刻，令宫女怨恨，因此下毒将她害死。悲剧一宗，不提也罢了。皇上当真以为此事乃下人所为吗？武皇叔此言似乎另有所指。后宫之中谁最憎恨吴皇后，此人的嫌疑便最大。那皇叔认为真相如何呢？皇上应该知道老臣所指何人吧？寻常人家妻妾之间也会常有争吵，何况朕已经将他废掉，有什么深仇大恨也将就此化解。朕以为此事绝非宫中争宠怀恨之事。那只是皇上一厢情愿的想法，老臣以为万贵妃对吴皇后一直怀恨在心。皇叔，先皇临危时吩咐你助朕处理国事，但朕的后宫之事望皇叔莫要妄加指点。而且皇上，朕忽觉头痛难耐，引朕回宫。皇上回宫。皇上，请代老臣把话说完。皇上，七司十二处，但连气如之，一向相敬相亲，绝不允许同门相残之事。邵春华，你犯此大忌，有何话说？回礼上宫，春华绝非有意弄伤七巧，只是连日来我送洗的衣物无故遭人弄坏弄脏，春华只想知道是何人所为，便暗中查看，没想到却发现七巧进入储衣房，把所有洗净的衣服弄脏弄乱，于是就想把他带到上宫局来评理。可是七巧用力挣扎，才使自己倒地受伤，绝非是春华弄伤的。七巧，可有此事？这回礼上宫，是下属丢失了两块丝手绢，让七巧到储衣房找寻，想不到春华嫁祸于他，七巧不明所以，方想挣扎，望礼上宫明察。这事当真如林思政所说？是，
回礼上宫，正是如此。七巧只是到杂物房寻找失物，并无破坏衣物之事。林思政，你丢东西并没有跟下属说明，岂有此理？难道我丢失物品还需向你说明？李上公，不管有何原因，也不该下毒手残害自己的姐妹，望李上公施以惩戒。李上公，这事，这事我自有主张。是。邵春华因一时意气误伤林七巧，限罚进入无恒殿照顾老宫女，为期一个月，不得有违。是。